来，大家吃自己，吃自己，吃自己啊！这是他新的，所以可以吃自己了。啊，吃吃吃吃吃吃，新版本吃自己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我要吃泰山，我在小当家，我在吃兔子，我在吃娃娃系统。我是泰山，这个长得很奇怪的外星人。最近那个小当家好像泡温泉哦。叮叮，那个要怪巧克力盖错了啦，那个哈基巧克力。哎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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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酱油，下一个。哦。哦。你有个是灵魂啊。还有笑。要蹲下一下。他也出窍了。嗯。噔噔。大家有没有好的 idea 啊？要存快存啊，这个先存一下。要存快存，好，我存我存。有重置哦？怎么存呀？按 C 加一，我不打出来，我都打出来了。对啊，这拍起来，不要再改了。他这是更新过的、啊，可以重置，可以重置。嗯嗯。想一下、啊，这想在台湾建什么建设？什么到元肉园最想卖掉的？当然是建迪士尼啊！摩天轮，石油挖石油吧？挖石油在吗？嗯。这里有一个什么？保暖方法、啊、最奇葩的保暖方法。你这里有个天气变冷的好处，没有好处就不会流汗了、啊，比较好睡，防止全球暖化。冰山不会融化。啊。买过最没用的东西，好像有类似的。看一下，嗯，哎呦，这要互相伤害哦！有人说什么最不喜欢的实况组？阿赫，阿赫，阿赫，陈平啊！哇！这样的话大家都盖同一个人，这样子就很为难、啊。全部都陈平就不好了。干嘛互相伤害了？那除了我们这边以外讨厌的是，那全部都熊猫团团怎么办？找一个最不会有心结的人来讨厌，盖出来也不会被说话。盖自己啊，盖自己，好像也不错，不会得罪那个。如果互相伤害，有没有？比方说 ，Tape 最想看自己下一家拍什么样的影片？哦不，这好像有点难。嗯。这样有的话就你想看你会拍怎样的影片？可是我们一进去就知道对方是谁吗？没有，就 Tape 现在 Tape 的下一家。是哦。哎、Tape 下一家，我下一家是。哦不，好难哦。哎、欸，你哦不是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又喝酱油的影片哦。好难哦。如果要互相伤害的话，酱油喝酱油的影片，哎、啊，要拍出来这样吗？买酱油，做梦没有啊？你可以去喝日本酱油啊，那种超好喝。我可以拿可乐说是酱油，把它喝掉。不行，你那个酱油气泡怪怪的。那我放到它没气泡。那你应该也不会想喝。
希望自己怎样的死去？不会痛的死去。我最近都在想耶，你在干嘛啊？没事没事，想死了，太快了。我是想怎样的漂亮的死法有没有？有趣的死法，从楼梯上摔下去。那我要那个，我要拿拿秀秀的头。对呀、啊。你好恶心哦。嗯，我们有盖过那个吗？习俗吗？习俗，譬如说什么遇到衰事要过火盆之类的啊。我不知道，没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不太懂。对啊，我们也不太懂，我们只能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几个参考参考？可以 Google 啊，可以 Google 啊。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放鞭炮炸年兽，不是吗？下年兽吧，怎么会是炸年兽？年兽，我以为炸年糕诶、欸，新年呢？习俗可以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去查一下。啊，你要怎样的名字？會不會重複啊？最特别的习俗还是怎样？听过最特别的习俗，自己觉得最有趣的习俗，不然就自己吗？不然就自己做过的习俗吧，都可以吧？玩的都没做過。最特别的习俗是不是？自己觉得最特别。大神，那最特别的那个啊，拔不起妹妹就拔头。有这种习俗吗？难道这是习俗吗？我忘了。可以看拔不起妹妹。我知道啊，我只是我看过，那是习俗吗？那不算在他治病不是吗？所以真的要这个吗？没有，我随便讲的，我可以不用。我觉得 OK 啊。我觉得可以啊。自己觉得最有趣的习俗，好，不要那边闪我的头啊！等下这什么习俗啦？划龙舟啊，丢粽子啊，丢粽没有丢粽子啦！你要丢给谁？粽子不是丢到水下给屈原？对啊，我怕就类似这种哦。屈原很饿。习俗，要玩还叫什么？很像之前说的宗教仪式，对，以前我们有盖过一些宗教仪式，不是吗？嗯，我们连创教都创过了。还有最不能理解的习俗哦，嗯，这样就会盖出一些，就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题目，拔狮子的鬃毛。那算是传说。怎么猫叫？狮子在叫。狮子在叫了。丘比不开心了。拔狮子鬃毛，他就不开心。那看过猫干过的蠢事啊？对，习俗好像有类似的。对啊。看过猫干过的蠢事。给我看看你的战争脸。哎，我们想越久，等下都越少时间盖哦。对耶，办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嗯，太多都盖过了。还没发育成熟的小脑袋们有没有？怎么办？嗯，你最想要哪一种呼吸？真的要呼吸哦。这么跟时事哦，有没有那个封面都已经帮你截好了，有没有？去截他们呼吸就可以。啊，真的要呼吸哦？没有了，那个是超能力还比较有趣，睡姿呼吸。啊、那不如就你想要什么超能力？应该出过了吧？出过啊，出过很多啊，很多啊，很多。所以限制在呼吸是不是？什么烂东西啊！然后你还把一只形给它盖出来呢。
这样我觉得那比较有趣，就是最想要吃到怎样的恶魔果实？哦，可是，哦，你自己创的也可以，哦，对，这样子想象空间就很大、啊。恶魔果实哦，对啊，那我这样才会有能力的改变啊！你呼吸也不是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特别。那我要会呼吸的恶魔果，可以啊！去去去去进去。所以就叫呼呼恶魔果实，不是叫吸吸恶魔果实吗？好啊，吸哪里？是啊，然后大家都不能游泳这样对，所以真的要恶魔果实喽？看你们啊！哎、欸，然后你的恶魔果实还要能够帮助你在水上行，因为恶魔果实都会有这些能力。会游泳的恶魔果实不行啊！那好废哦，那不要吃就好了。原本不会游泳，啊，原本不会游泳啊。对啊，他原本不会游泳。好啊，可以啊，恶魔果实来啊。然后你还要把恶魔果实的形状盖出来，是不是？那这样比较像是，当然是盖出能力啊。你在想什么？这样子就变成超能力了，啊、用果实这样子。对啊。你看哈基气到都退出游戏，气到跳变，啊、这就变成跟超能力没有什么差别哦。对啊，你都不改果实、啊。噔噔噔噔。我这边一直都在洗那个什么北欧神话啦，不然就是总统政见呐，啥鬼啦？总统政见我这边也有。但我想说还不着急，对啊，总统选举还对啊，我们一月再干、啊。你以为哦，我们还有很多集耶？你在开玩笑？你在开玩笑？十一月，那不然就万圣节啊？你以为去年、前年、大前年的我们没有想过吗？哦 ，cosplay 要怎么样 cosplay？ 最想 cos 谁？呼吸呀、啊！cos 什么呼吸？你今天的话题一直在呼吸耶！在呼吸有吗？我看我抽到就画鼻孔跟嘴巴出来而已哦。一直在呼吸，从头呼到尾。下辈子想成为什么生物？不可以是人。哎，这个好哟，生物。哎、欸，很好猜哎、欸，而且也很好盖哎、欸。对啊。那我要出很难的。有人就说兔子，然后有人就放一只兔子，就你在那边乱圆。有人出饕餮，饕餮太难了吧？蚩尤，蚩王两。那不然就这样啊？你说你下辈子想要成为什么生物？怪兽？外星人？直接帮你们。那、啊、不然就直接出透明人嘛，都不用盖、欸，就不能是人哦、喔。透明的、啊？还是你说不透明人不是人？哎、嗯，那外星人可以吗？我想成为仙女座星人。那我帮你盖个老高出来。美人鱼。我帮你盖个老高出来。是会变身的那种美人鱼。所以变成什么生物也不行哦。变成什么怪物好？可以啊，就限如果看你有没有要限制啊。我竟然要出现一堆人头哎、欸，那就变成什么怪物啊？基多拉、嗯、怪物就跟神话比较像 啊，动物就还可以啊。想要变成怎样的动物啊？哦，动物也可以啊。然后看你就是是不是一定要现实有的、啊？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有盖过什么传说生物是不是？没有吧？有吗？有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怎么玩这么多？有啊，欸、你们在那个盖到现在已经90几集了。你玩的那个火神，十秒内盖出来，那是中国神话，中国神话，就类似啊，神话生物啊。那这次就换西洋的啊。西洋一定要现实的吗？没有，一定要存在的吗？没有吗？不是啊，神话就是不一定存在哦。因为上次说下那个、啊、中国的盖完，下次说要盖那个西方的啊。好，那就盖好不好？西洋的神话。西洋神话。西洋的什么叫什么北欧神话？北欧神话。那我就盖一个那个战神出来
北欧神话。哦，北欧神话，我看一下要挑谁哦。哎、欸，是要盖神，就是要盖神这样。突出北欧神话的人物。我最近在看希腊的、欸，太好了。限制北欧是不是？北欧神话。北欧神话。先 Google 一下有谁。北欧在哪里？希腊不希腊人吗？好啦，就西洋神话好不好？好好好好。国外的神话。好，盖出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题目出出来也不晓得是什么。对啊，你不知道是谁、欸，大家都乱猜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很难猜哎、欸。神魔打开啊！哦，不然就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妖怪算了啦。哎呦，没有，已经说好了。哦，所以要真的要北欧神话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来啊！我看到一个很酷的哦，哎、欸，这如果撞题怎么办？完了，我也是、啊。你下辈子就当他。索尔洛基嘛，对不对？讲出来啦！啊，希腊不是也可以吗？希腊也可以。什么奥丁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别的那个跟冰，我是冰属性的，不要跟我抢、哦。哈？好难猜哦。欸、我是格斗属性的，不要跟我抢。冰属性的我拿走了。太好笑了。啊。不是，这也不啊。好，就他了。我超喜欢他的。我超喜欢他的。嗯，进、欸、来了。等一下要 Google 一下。真的要 Google 一下。救命！